家好像很久没有蛋挞了。今天叫有空要做一下。我们现在分工一下吧，我们得要擦一下这柜子间，然后厕所。我感觉一人负责一个厕所。嗯。桌子都擦一遍，抹一下角角边边角角，因为扫地机要不机器有些角落是没有木碰到的。嗯，然后收拾一下，有点乱现在。对。开始干活吗？我现在好，分工快乐。刚才原来我没有按开始，然后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废话，要没有录进去，哎，算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，这是我当初执意要做的，好多天都没打理，你看我是时候该还债了。这是马桶湿巾，我觉得好用也不好用。好用的是这个有消毒功能嘛，然后擦的也蛮干净的。不好用的是它就其实有点像纸，你要浸湿就很脆，很容易就破，每次拿都要小心翼翼的。再有这个喷枪水龙头就很方便。幼稚的我，花洒的用这一个高装，那喷这个水够的，那喷一点吧，用吧，不管。
吃完再说。哇，好惨，天哪，我也太严重了吧。但其实我每个星期都有换新的水呀。OK。干活完毕了，两个多快三小时了。我们入住了半年多吧，上一次大扫除已经是入住之前，平常都只有小扫除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这样的视频，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别人搞卫生的，就有时候看别人搞这么干净啊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搞过的样子。错觉。拖地机的优点和缺点吧，这两台机器呢，我们在这个家也有，然后在我自己家也是有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感想的。首先扫地机呢，我是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吸尘器嘛，那种手持吸尘器是没有的，所以有些灰尘呢是平常的扫把是扫不到的，扫地机就可以吸进去。而且又加上女生掉头发是真的很多，然后天天去扫地拖地也不太现实，因为有时候下班回家已经很累了，就是啥也不想干，所以就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让它干活，这还是挺好的。云鲸的话，其实很多人对它评价有特别好的，也有特别不好的。有人说它拖不干净，我觉得这个要看你家自己的地板是什么样子的。像我们家地板那个瓷砖的话，有一点点咸水渍，没有我自己拿头发去拖那么干净。但是好就好在也是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嘛，只要换一下水什么的。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自己去洗拖把，就比如说它拖完这个小区域，它会回来把这个拖布洗干净之后，然后再继续拖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扫地机、拖地机都是挺不错的。